2009最受瞩目年度大戏《伊甸园之冬》，斥资1000亿韩元，远赴各国取景拍摄，优秀的制作团队，坚强的卡斯阵容，宋承宪、李多海、严正军、李延熙、吴海镇联袂演出，一部撼动人心的强档大戏，跨时代的爱恨情仇。中视频道《伊甸园之冬》。2009年度巨献，一群被遗忘在爱恨国度的男女，在亲情、爱情间痛苦抉择与挣扎。中视频道优质剧作《伊甸园之冬》，敬请期待。